殿下。是你啊，红日，你怎么来了？三年前，神尊将此物交给我，将我赶去北海，让我将塔中人的元体酝酿好了之后，再交予您。古君，殿下，神尊怎舍得让您至亲之人真的离开呢？够了，他还做了什么，是我不知道的，你一次性都告诉我。这么软刀子磨着，还不如把我放到混沌之劫中，来得痛快，为我重塑神躯。一个人担着三界的大难，定我生，定我死，这些我都受着。默不作声的救了古君，这也没什么，这本是他犯的错，就应该由他亲自承担。今日你便告诉我，他到底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。没有了。是啊，没有了。他除了已经死去了，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。千年万年之后，若我也老了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忘了，白绝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好你个小黄，好歹你也跟了他十几万年，眼下本尊哭成这样，你却半颗泪都不流。殿下，您也不稀奇了，六万年前您以身殉节，白绝神尊也是如此。那时候我以为天都要塌了，可是后来呢，等我一醒来，您还是会活蹦乱跳的，在我面前还有白绝神尊的分身跟着您，所以我就想着，连您这样连灰渣子都不剩的主神都能回来，那有朝一日白绝神尊是不是也会？看多少个春秋来回守着年岁，悲伤中不停轮回，也不曾离开，远远的存在，爱如明月照山海，用一生书写等待。白绝，若你不信天命，我便同你再赌上一次。前回守着年岁，望断。